三天之后，一定给县长一个惊喜。汤师爷，他是胡万的恩人，现在又成了你的恩人，你给翻译翻译，什么叫惊喜？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？这还用翻译？我让你翻译给我听，什么叫惊喜？不用翻译，就是惊喜。难道你听不懂什么叫惊喜？我就想让你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？惊喜翻译出来给我听。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？什么他妈的叫惊喜啊？惊喜就是三天之后我出180万给你们出城剿匪，接上我的腿，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惊喜啊！翻译翻译，惊喜就是三天之后给你180万两银子出城剿匪，接上他的腿。大哥，这他妈是惊喜啊！小弟我愿意等你三天。好。